爹，我阁无想要遐尼早嫁。哪有早啦？你已经二十岁了呢。对方是啥物款的人？对方哦，细腻哦，大你一岁，听伊讲真故意哦。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啦！啊，当然到厝内内餐哦，哪有够他那一家伙来吃啦？我同意，你无听人俗语哩讲，树大分枝，鸟大离巢。啊，你一日到晚绑在身躯边，你免了做好头路，做啥好事业？妈妈，我以后会当卖洗身躯无？免惊啦。有妈妈在啊，妈妈会陪您吼。我咧想啊，也是甲阵来大汉呢，带多东西包里，拜托阿母到三江照顾者。妈妈，妈妈在啦。什么啊？妈妈在。恁是不是爱买一台 T 八啊？哎，未趁着钱就要先开钱，唔免啦，我先用行啊。若真正无介远哦，等下就工事再去讲。啊，阿金讲，迄工课敢有确定？我要回来进前哦。阿青有先去接过啊，啊，咱都到时阵直接吼，我去接好就对啦。这样吼，连灶卡都无啦，这足无方便的。我是想要带乌米吼，甲囡仔吼，来去台北探家。啊，敢着需要去到遐尼远的所在？啊，迄台北吼，开销遐尼大着，啊，敢趁有够通用？头家，啊，这汤匙啊，藏那边。五百。奈这么贵啊？出门，出门。乌米啊，乌米啊！囡仔，妈妈，你是我害你这么跳？无啦，你无害妈妈啦，是妈妈看你这么认真，才想讲吼，要爱你上课的啊。乌米甲阿兰吼，伫个台北，拢是做临时工。啊！我即阵去吼，想要顺续拜托我伫个铁路桥食头路的大兄。好消息吼，就是顺文考第一名。顺文考第一名，我知影啦。佮另外一个好消息，就是阿姑吼已经甲你找到正式的工课啊呢。啊？啊，甚物固定工课？是伫个彰化的台华公司，而且吼是正式的员工哦。妈妈，你看，这就是卖户的呢，这就是用卖户做的厝。咱头一届买厝吼是真重要代志，还是请阿母来看卖，互伊决定。真免啦，阿母都交代好啊，我们买厝吼，咱家己做决定啦。我深深感受到亲情的可贵，嘛，互厝内每一个人拢知影会当付出家己对别人的关心，这都是家庭，这都是厝。